OK 一口，我在。买扫地机器人总是选择困难症，不知道哪一个好。这一次真的不用纠结了，科沃斯的这个新品地堡 X1， 这是完全不给别人留活路的节奏。基站升级为5合1的全能基站，不仅仅是拖布脏了可以自动清洗，它还会自动给拖地模块的水箱加水，而且这一次更是直接在基站上加上了集成模块，这样子脏兮兮的尘可呢再也不用你每次手动去清理了，个把月满了你把垃圾袋丢一次就行了。同时基站搭载了银离子除菌模块，这样子呢拖布、地面、污水箱除菌可以一步到位，配合这一次超强的5000帕洗涤，还有向下加压旋转的面积更大的拖布，清洁效果绝对是杠杠的。完成清扫之后，基站采用的是热风烘干拖布，这样干燥更快，也可以更有效的防止滋生细菌。再说主机部分有多厉害，机器人直接就内置了智能语音交互。OK， 一口，我在。召唤清扫。而且这一次是直接搭载了 3D 结构光星光级的摄像头以及自动驾驶级的芯片，配合航天级的 DTOF 导航， X1 的避障导航能力我只能说真的强，硬件的提升给它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啊，比方说可以用来找一下我家宠物在哪里，还可以一键视频通话，实时掌握你家里的情况。Hello， 怎么样？这样子可以彻底解放双手的全能扫地机器人，你心动了吗？